想读比非多，想读一书在手，想掌握了学测三大阅读题型，包括了单选、多选、非选择题。辅印一一学测新趋势提供白话的长文阅读，以跨领域多元素材培养阅读广度与深度，建议在高二使用。从这本书的一个目次可以看到，全书12个主题，每个主题有3回，每一回包括了一长文、一文言、双文比较阅读，是培养长文阅读最佳的选择。辅印一学测新趋势提供的白话长文阅读都在1200字以上。看到双文对读的部分呢，的题型有单选题、多选题以及非选择题。